有牛蛋魚里的燒肉店咧，而家正式試業嘅啦。佢呢度咧就有四款嘅任食套餐俾你揀啦，最平就208蚊就已經可以食到。如果想食得豐盛啲嘅話咧，就可以揀最貴嘅餐，咁就可以食到80款配料。唔講咁多，即刻食啦！120分鐘噶，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咧，見到好多店員咧，其實佢哋上菜速度都係幾快手嘅，同埋我4點幾嚟到咧，出邊已經係大排長龍噶啦。咁嘢食方面咧，其實同牛大人嘅打邊爐啦，質素其實係相當之高啦。佢可以食到好多唔同台灣直送嘅配料嘅，譬如有我最中意嘅麵包頭配煉奶，仲有鯛魚下扒。仲有手工嘅麵咧，其實全部都幾好食。佢出面嘅自助吧咧，都係有嘢飲啦，同埋有其他蔬菜平盤俾你攞嘅。其實120分鐘嚟講咧，我覺得係相當之夠食。只要你夠大食，就一定食得飽。